干什么？呵，众位乡邻，今天兴致好高啊！啊，老爷，这个就是刘三姐。啊，听说你来到这里不久，莫某事忙，照料不周。好，既来之，则安之。过去受了一些颠连困苦，如今到了我这个地方，哈哈，你就放心好了。只要莫某吩咐一声，绝不会亏待于你呀。我是莫老爷，你不认识吗？长堤深山人的思念，长沙大河人的悲，长街才做了的海，谁不认得莫老爷？刘三姐，你太放肆了，一个乳臭未干的黄毛丫头竟敢唐突莫公。小姑娘，你真是一个聪明过人的孩子，难得的很呐。莫某爱才心切，特来接你到我家去，以后也就有了长远的安身之处啊！啊。奉劝乡邻们一句，千万不可听人挑唆呀。好，那就把话说明白，在我这个地方就是不许你们唱这种无法无天的反歌。就行，从此再不许你唱山歌。好，你们一定要唱，那就唱吧，进台。是。你看，紧赶慢赶，还是来晚。快走。
部不让采茶。哦，你头顶着墨家的天，脚踩着墨家的地，墨老爷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不让你采茶就不能采，怎么样？村子共调和，我知道你们吃的这片茶林，穿的是这片茶林，那这也是不得已呀。只要你们不再跟刘三姐唱这种反歌，那好话好说。也用不着费这么大的事，按照我们唱歌人的规矩，要是有人唱歌唱赢了我们认可永世不唱。永世不唱，这可是你说的？这是我们唱歌人常说的话。好，刘三姐，要是我有人唱歌唱赢了你，不仅不许你再唱山歌，也不许你们再到山上来采茶。嗯，就这么办。对，就这么办。你们可不要后悔呀，你可不要后悔呀。对歌。三妹，三妹，你有几条命啊？